背叛是一种力量，互相陪伴。我现在就是一尊佛祖来给咱考验啦，啊，咱才有法度实现。主角是重生的开始。我今日当活着的吼，我真正爱真感恩啦。啊，唔知爱今日较骨力来做主持。拜一到拜三，草根菩提，予你上温暖的告诉。